因为也要当动喷，哦，请你给我泡过来试看啦。太难了啦！Ryan 有时候一直在家里听到外面有声音，就一直叫叫个不停的时候，阿婆都会说 ：“Ryan， 母亲，贝贝滚呐，贝贝滚 ，Ryan。”小美，怎么了？修电脑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通马桶、哦？可以啊，很会通。打蟑螂，没问题。这就是工具人。